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剪科技，我是剪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以前我为大家分享过微信的半透明壁纸，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在剪科技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82即可获取。最近有朋友问我，微信朋友圈这种气泡动态壁纸是怎么实现的？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一款应用就可以了。这款软件你可在各大应用商城下载，也可在剪科技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151即可获取。下载完后，我们首先要在手机的设置里面把这款应用的权限打开，然后我们打开这款软件，再将手机右上角的这个特效打开，这里有许多动态特效，比如花瓣、雪、气泡等等。其实它不仅仅在微信中才显示，它在任何一个界面都可以显示，不过这款应用目前只有安卓手机才能使用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